有没有人要换个头啊？我好可爱呀、啊！好久没有录你们了。嗯，吐舌头，吐舌头。我好想加配乐哦，可惜我懒得弄。那小蛙再吐一下舌头啊！谁要吐舌头？中间那些再晃头，晃一下，再晃一下。真的，晃头啊！啊，这边还有一只哦，好可爱，爬躲起来。你在这边，在这边，来出来一下，要不要出来一下？不要，要不要出来一下？不要。真的很可爱，超可爱。我真是看不出来哪里像野生动物，甚至连爬虫类我都会忘记。好可爱的蛇，呜、嗯，好可爱哟、哦！真的啊，吐舌头。黑色的也黑得很好看，虽然说。红黄的还是比较强，可是我不认为黑色不好看。重点是要带基因啊！你要生，你整缸都一样颜色有点无聊，还是要有不同的颜色，就是怎么说，互配吧。就算有比例上受欢迎的不一样，只有一种颜色也是很无聊，真的。好可爱。你看身上的格子也很漂亮，啊，进去休息了、啊、好久没有照你了，那个全部用的都是仓鼠家具的蛇窝，可是因为仓鼠家具很多真的很可爱，它有很多洞，非常适合蛇，蛇本来就喜欢很多洞钻来钻去啊。再怎么说，听说袜带也有六，怎么九年的寿命，是不是？至少我看资料，也比仓鼠长多。但如果仓鼠你会一直生，是另外一回事。但以宠物来说，我觉得蛇真的很可爱。然后他们就这一个嘟嘟没有在用了，就给他们用。啊，王蛇以后有另外一个，真的哈，你们长大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会去别人家当可爱的小朋友，还是要留在我们家继续当可爱的大朋友？好啦，好可爱，仙家，还会抬头看我，看镜头，真是特殊。好，先这样了，拜拜。然后中间那个塞住很丑的，还是还不能拿，因为还是太小只，要再搭一点才能拿掉。